沉睡的公主终于被巨姐啊，不是年轻版的咪咪姐叫醒了。她还在微博跟大家说，各位国庆节快乐。醒下啦，咪咪姐，你这个 post 是10月17号出的，就是足足迟了16日，是16日先庆祝伟大的 China 国庆节。你不是学了巨Jam来回宇宙又折返人间啊？反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搞到强国的网友拗爆头，真的是吗？香港吗？还好像想到屈你港独咁啊。不过大家公道啲啊，睇返咪咪姐嘅微博，查实人哋就唔係成日 update。而且咪咪姐嘅老公同我哋讲，话一早已经打好呢句嘢，之前有嘢要改，冇咁出街，今日先 post 喎。